假面甜心网红换上假实业，假实业女友充人气的绿茶婊。我忘记备用录给你了，几家出版社合约都到了，你帮我处理一下。还有，接下来就集中在几家固定配合的出版社就好。好，我会联络。但现在更重要的是，光荣里的批评声浪越来越多，对实业的影响很大。我想要找罗月芳帮忙，他的公司很擅长操纵网络声量。如果你也同意的话，我就联络他了。对了，还有昨天出版社的赵总编，他的文坛也很有影响力，我也想要请他帮忙。你决定就好。你拿了行李要干嘛？我出去几天。为什么？怎么那么突然？因为我不想影响杜明山的日常，所以我不能待在这。什么日常？在演讲前的一个礼拜，我会先把实业老师的讲题跟纲要先传给你。好，谢谢叶总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加油，趁现在拉抬一波实业的影响力，哇塞，加油！罗总。正在帮天硕整理下一季的工作。你跟我说的事情我交代下去了，天硕的负面言论也都洗得差不多，还有那些质疑他诚信问题的风向也开始转。还有什么事啊？谢谢罗总。我有话直接讲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想要请罗总帮忙有关甜甜的事。她是单方他们姐妹里面其中一个吧？在天硕公开身份之前，我以实业老师的身份去上过她的直播。后来情况非常糟糕，我有先去过泽仙出版社拜托过赵总编，他说他会帮忙。不过，我还是希望罗总这边……你希望透过我来扭转铁男的形象？毕竟，这方面还是罗氏最擅长。我可以帮天硕，但我为什么要帮你？罗总，你当然可以不必理我啊。可是我绝对不能不管甜甜，所以我才又打电话给你。真的拜托你帮忙了。想要把伤害降到最低？好啊，我答应你。谢谢罗总。天硕传讯息给我，说他人离开台北，你知道人在哪？他没有说，不过他声音上听起来过得还不错。你帮我转告他，我等他回来喝酒。一定转达。不怕我了？还是怕。不过为了天硕跟甜甜，我会。谢谢罗总，罗总再见。
明天的这个时候，你就跟 Maggie 在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草皮上了。就这么信任许开宇？如果 Maggie 一个人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应付得来吗？这个人对你真的很重要。耶，成功了！我哥上钩海法了！总经理要来了！我到了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